能不能不给我准备这么娘？你菜洗了吗？啊，菜都没洗怎么炒？那个你都不用洗。完了，刀多了。太香了。你洗了吧。这芝芝芝麻油啊。怎么了？这是哪个炒法？你懂不懂啊？这是本世纪末最有创意的一道菜。你炒上了豆芽吧。哦，不是不是，吃一口，吃一个，吃一个，吃一个。我刚吃了吃，吃一个，吃一个，挺好吃。我刚吃饱了，吃一个，吃一个。啊！噎一下，噎一下，下面还有一盘。一博，你干嘛呢？一博，快吃东西。这是吃的，好吃的，一博，来尝一个。哇！不能吃这么多，给他尝了。不行，尝一下。不行，真不行。想不想吃？不好吃你就吐出来，一博啊！小孩是最不会说谎。好不好吃啊？吐吧，快吐吧，行，可以了。